我还是忘到手了。你想嘛，他们加油的火就是了，就是没有油了才回去拿油去了。没有了，生活是你找进去了。这是心机子。就是心机子，他们才搞完加油那个。你看这心机子要倒过。把那个倒了。我要空挡，这不是给风门关下来。然后他都。让我领到屋头了。 好了，我们回去到了，明天也走路了吧？明天的话，就靠我这手里抓就跑了。没，我打中途开跑。呀，三十五啊！没，我跟韩水要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我们待在大家就走了。有的。这是有点长了，你再叫老干哈。咱明天没有。不到这继续包间。我今天他那个不作息啊，没上课了。天就寒了。对啊，还有一次一万天。 你好，兄弟，好，我就停了。我坐有办事了。哎，喝了罐头，都看不到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小雷啊。哎，我喝今天嘞。喂，你们大点力气，我这才进医院，再往上挖还有点加班。哦，谢谢。哎呦，我那问题就是我们沟通哈。要得。辛苦你们了。没事没事。哎，没有，走了，工作都不容易了，他都两天没电，我是自然我也要把他的加班。你要没去拿呢？我这里整个鸡肉来吃。要得。 你看看他，这是我讲究准备好的鸡肉，过瘾又红红黑黑。没有，等我再喝水一下哈。那鸡肉就拿来我们蒸个钵钵鸡来吃，快点的。要得。我给你来上三点钟饿了。你讲啥子？讲你这个条件，看见没有？那等你又说我整来不稀的。不可能。看牛仔鸡汤了，都是的。哇。这鸡肉了，都是的。 哇！这鸡肉了，都是的。哇！再慢慢的要喷了。他都多整点吧，等你吃了几条。哦，这这一点也是的。要得，看到鸡腿了。给你我把腰都是的。加点燃油。走啦，要拌起饭啊。要得。这是鸡肠，可能还有鸡肠。嗯。 这个鸡腿了嘞！还有根儿。哇！嗯，软不软？这是味儿了嘞。软也好。哇，别开劲了。我这么讲。哇！ 这份鸡肉，今天我老两个外婆都吃到了。你老子有你鸡打几盘饭？你我子？喂，我比你活多点，这儿比我在这就打尿屁了。来来来，给你加个鸡腿。哎呀，这货呢，真的很毛的好皮。